我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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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来。哎，我甲你叫。有恁真好啊。因为弄啊吼，足重要。你无叫吼，拢垃圾。这个菜市也足大个，啊，毋过塑胶袋啊，啊，搁塑胶桶啊，足济。所以我心内就想讲，哦，这是资源会当回收的物件，那安尼甲烧掉，就造成咱空气的污染。所以我感觉足唔甘的。没关系，我分开摕啦，等下再来摕。一开始啊，塑胶桶啊，吼，恁摊贩吼，唔知讲好回收，侬甲粪扫掺做伙，吼。啊，经过咱这几年安尼甲带动，吼。现在吼摊贩吼，就把咱塑胶袋啊留给咱。感恩了，师兄挤爆了。我也只有这一台车而已，那我只能付出的就是这一台车，所以这一台车拿来再回收。水果行我是两天去一间，吼，啊，大概载是规车滴滴滴，再把那个不能回收的东西把它分类，不然带回去园区哦，老菩萨们更麻烦。我希望能够不要带垃圾回去。塑胶袋太可怕，我们一定要把它。把它这个，把它圆满，让这个回收能够做得更多，这样哦，这样弄是好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认真做。大楼的地下室，我每天都要去再回收，哦，这的回收拢是有心的人。哦，捡给咱的，我感觉讲，我有这个使命，一定爱个赞。十五年前吼，看咱搭的电视台，哦，咱的师姐在做资源回收，我就感觉足感动的，所以哦，我就发一个愿讲，我要做环保。环保的菩萨路，我一定要继续行落，行到我最后的一口气。